有人。你看那大玉米，你整个什么好调皮了？哎呦我的妈了！你这脸谁给你亲一下大嘴唇呢？哎呀，你管那谁亲呢？这都啥时候了？爱谁亲谁亲你呗，那给你整成肉就行呗。你别笑，这家伙你笑人啊？你别跟笑岔气了。那谁给亲了啊？哎呀妈，你就别问了，行不行啊？姥姥，赶紧做米饭得了。行。五号正好，我姥姥有大白，给你包大白猪肉馅饺，行不行？那还用说啥了？你赶紧做去吧。好了好了，我给你做啊。这小玉米面饺子粉多少啊？你瞧好吧，等一会儿姥姥给你包完，你一吃啊，搁那油呀，把你姥姥家姓啥你都忘了。这家伙说的这个邪乎劲儿啊！别来看像不像喵喵喵。哎呀妈，你别说呀，这属实是金刀刀呀。你这有馅儿是大哥啊，是要这样啊冒油啊。喵喵喵，你看这大姨小姨们呐，你们也整点这爆米面饺子粉，没人和点馅儿也爆点饺子呗，成了香了啊。那供不上你吃啊，你吃太快了，我还想一口。反正我指定是香迷糊了，今天不跟你们唠了啊。